透过园游会推广蔬食，也期望能够让地球永续。千佛山佛弟子协会所举办的园会，设立全健康新生活主题摊位，推广健康蔬食。那我们的每一年的园游会里面，以全健康新生活为一个标题的部分，我们都会设有主题摊。那我们的这些主题摊就是一些蔬食推广的一些摊位。那当然就是说，因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身体要健康，要以蔬食为主，而不是以肉食为主。所以有的很多的地区的很多环保人士，他不是为了宗教理由，也是在推广蔬食。他就发现说，只有蔬食减碳，才能够让地球更健康，然后让我们所有地球的子民更身体也能够更健康。那所以，我们的每一年的这个园游会啊，我们每一年在不同的地区举办园游会，去年是在台中，今年在我们高雄左营，那明年会在台北。我们每一次的园游会都会以全健康新生活的主题来推这个主题摊，那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介绍所有的人怎么样可以低油低脂的方式来这个烹调一些更健康的这个饮食方式啊，来照顾自己的身体。那我们除了有这个全健康新生活，还有为了弘法基金的筹募之外，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活动能让社会广大的社会群众能够对我们千佛山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如念法师开示，全世界很多人开始推广蔬食运动，唯有蔬食减碳，才能让地球永续，让众生更健康。时报新闻黄慧茹、邓正璞高雄采访报道。